这个是用羊腮肉做的炝胡桃肉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用羊舌做的生平灸。嗯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道菜是用羊眼做的日开夜合。行了行了，听着都累人。真想不到普通的羊头居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。是啊。哎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杨颖的题目还是我给他出的，他的手艺真比那几个强，等我长大了把这帮厨师都给我留下。谁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福分。妹妹你呢？杨先生的东西怎么就做得那么好吃？我就爱吃香的鲜的，长大就嫁个厨子得了。没出息，哪像个格格说的话。你凭什么打我孩子啊？你生的没错，可这也是我的孩子，他还叫我三额娘呢，缺教养没出息就得打。你快跟哥哥先出去。走。你也太过分了吧。说谁呢？哎呀，打孩子不能打头啊。算了算了，反正啊他也是一番好意。好意？没见那晚打麻将的时候他那矫情劲儿，这个混都还挖苦。我一直琢磨这事儿，你们汉人的这个时事菜系太丰富了，川粤湘鲁潮徽还有淮扬，这个河南没有什么叫得响的菜呀，为什么你们河南出了这么多有名的厨师呢？我们老家在黄河边上，经常发大水，十年九灾，穷啊，大家就只有出去做厨工这一条路，因为不要本钱啊，一口锅一把菜刀就能走遍天下。这时间一长，一代十世代百，互相提携也就成了气候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北宋九帝168年间开封十封大圣，集四海之珍奇皆归世意，会还区之意味系在包厨，长垣离开封不过百里，厨师的行当自然兴盛了。那么你觉得这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于何处呢？我们长垣人有股子精气神，刻苦好学，像大海一样，海纳百川。说得好啊，这个海纳百川就是融合的意思，什么菜你们都学了，学会了哪儿的人都能应付。对。有趣儿啊，有趣儿。就像我们河南人爱吃的那个大烩菜一样。融合融合。你这个人既无排德又无仁德，仗着自己长得漂亮老爷护着你就耍泼撒野。你才撒野呢，生个女儿也是个没出息的货。我生个女儿怎么了？你还生不出来呢。你说什么？你敢打我女儿？我打你女儿怎么了？哎呀，还敢打你呢？别打了。你吵。哎呀，阿妈阿妈，不得了了，那个坏女人又打我额娘了。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别打了！哎哎哎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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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啊？王爷，皇上驾崩了！啊！把这女人给我埋了，快点！这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她还活着，我就把你给埋了。哼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你敢？我看你敢动老娘！
小人可真对不起你了。你敢动我，我叫袁大人杀了你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狗东西，放开我！事了，莫非圣上是？嘘，那事儿还真是这样。问题就出在这个杨字上。你想，三福镜闹了个全阳宴，那老佛爷不得大怒啊？恐怕上面那个属羊的也不行了。你是说老佛爷啊？王爷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是几月几啊？今天是9月21啊。皇上驾崩了，你赶紧带着下人挂上黑白凡纱，啊！哎，王爷，那让厨子给您做点什么吃啊？今天吃素。哎，常人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皇上驾崩，王爷守了一宿啊，今天只想吃素，别的厨子他都不要，只想吃你做的饭。你要用些什么东西，我好去准备啊。新鲜自然好吃。这样，您就去准备嫩豆腐、老豆腐、豆腐干、油面筋，再加上蘑菇，再来一些青菜。好嘞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真叫咱们给猜对了吧？要说这光绪皇帝啊，也够可怜的，让老佛爷欺负了一辈子。关在瀛台，生不如死。后来还带着他西逃。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快去准备一些素斋用的东西吧。嗯。哎呀，要是三喜在就好了。哎，今儿是几啊？9月22。昨儿光绪帝刚升天呢。哦。哎，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还要给皇上办丧宴，但是老佛爷的饭不能耽误了，要是耽误了，谁都负不起的责任。通知刘总理收膳。哎，都起锅吧！啊，快点，别磨蹭。刘总理，老佛爷的早餐寿膳退回来了，食盒还原封不动呢。啊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哎，一会儿还要给皇上做丧宴，你们先下去候着吧。啊，知道。寿膳了。知道了，催什么催啊？都麻利点儿，快着点儿。催催催，就知道催，人都不行了，吃啥还管用啊？鬼催火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谁不行了？谁不行了？
你敢咒老佛爷不行了，你知道今儿是几儿啊？9月22啊，我也没咒老佛爷。我说大人您鬼催我。臭小子，上次就是他挑事，把他给我拽下。来走，太早了，是啊，快点，干什么呀？怎么又打人了？闪开，走啊你。我知道，这又是干什么？闪开，快点，别拦我，你给我打打。哎呀，别打了，怎么又打了？打，别打了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打，干什么呀？给我打。去你的！哎呦！哎！闪开！啊！哎！我让你顶嘴！让你顶嘴！啊！让你说！让你说！让你说！好了，何茂，别打了。内务府有令。传寿山房总管刘福安马上到内务府集合。哎哎，这。传上宫女林姑娘立刻回体和殿待命。是。你小子等着，回来我再收拾你。这宫里出什么事儿？肯定出大事儿了。是，皇师傅，我让你知道了。皇师傅，皇师傅，皇师傅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进哪儿了？怎么样了？没事吧你？没事，现在哪不好？没事。师傅，还传不传膳呢？黄师傅。